线渗漏的情形的话，可以依据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一项二款哦，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的罚款。啊，这边呼吁汽车驾驶人哦，有载运货物一定要注意，不要有出现渗漏、飞散或者是掉落物品等情事，维护交通安全。